2018台北河岸音乐季来喽！8月18、19，活动周边道路及淡水河1至6号水门实施交通管制。8月16至8月20进行自行车管制。8月18晚上6点起，周边市区道路进行交管，临近道路设管制点。活动临近捷运站，请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。